墙面字体效果，简单，选择文字工具，输入你想要的文字。Ctrl 加 T 调整文字的大小和位置。双击文字图层，调出混合选项，按住 Alt 键滑动下一图层的小三角，给它做出一个渗入的效果，数值大概在200左右。按住 Ctrl 键点击文字图层，调出文字的选区，给它添加一个蒙版，执行滤镜，滤镜库，找到这个喷色描边，描边长度调整到自己满意，描边半径调整到自己满意，确定，搞定了。